金色。金色。A 金色。我选择 A 金色。我选金色的，因为秋天本身就是金黄色。因为金色是月饼的颜色。金色就是一种丰收。因为月亮是金色的。银色的，因为中秋的月亮是银色的。D 吧，白色，因为白月光嘛。肯定是蓝色，因为我有一首歌叫《蓝月亮》。蓝月亮，银色的月亮是最漂亮的。蓝色，蓝色的，白色，因为我觉得中秋是个很浪漫的节日，白色很浪漫。F， 其他颜色是黄色，因为中秋当然是月饼。蟹壳黄，还跟吃有关系。我最喜欢中秋节的赏月这个仪式，因为觉得非常的浪漫。赏月，赏月，赏月，因为中秋节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月亮特别的圆，特别的美。那当然是吃月饼啊，对不对？作为吃货，当然是吃月饼了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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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月饼，每一年的第一口。应该是全家人团圆，吃着月饼，看秋晚，哎，这个挺好。看秋晚，看秋晚，看秋晚，看秋晚。九月十号大家要看电视哦。A 经典甜口，我选择 A 经典甜口。我喜欢吃甜口的，比如说枣泥豆沙莲蓉，但是我不吃五仁。啊，知道我都知道，我喜欢吃五仁月饼。首先排除五仁的，五仁馅的月饼。当然是五仁月饼，甜口，必须甜口。我选择豆沙，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经典咸口，火腿，肉，因为我喜欢吃肉。鲜肉火腿的，因为爱吃肉。鲜肉火腿，肯定是莲蓉月饼。蛋黄莲蓉，要四黄的那种，越多蛋黄越好，最好里面全是蛋黄。创意夜宵，螺蛳粉，小龙虾。苏式的特别脆的那个皮，再加上苔菜，芸豆馅儿，折耳根吧，我觉得有点消炎。螺蛳粉，咖啡，我很爱喝咖啡。芒果味的冰淇淋的月饼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芒果。以上皆可。哦，哎，哇，我只能选 F 了。 F 是其他，因为我的其他是全部。参加了有十几年了吧，舞美是我年年都会惊艳到的。肯定是烟火吧，烟花璀璨，唱到中间的时候有那个烟花，哇，突然间整个湖面放烟花，这确实是很美。烟花离我很近，好美好美，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离烟花最近的一次。哇，那好多好多。首先是意境的唯美，月是故乡圆，这样的一种意境。走上舞台的那一瞬间，烟雨蒙蒙的，美轮美奂的感觉。我选择 A B C D E， 因为每一个都非常的到位。F， 以上皆是，反正就是什么都好。如果中秋节有 BGM， 你会想到哪一首歌？括弧唱一唱。但人长久吧，你我觉得我用。啊，行了行了。能换个人吗？干扰，我本来想起来了，你唱完就我忘了。森林的月光，大梦照亮。回头看，当时的月亮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左手握大地，右手握着天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。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何似在人间？